这是一个游戏，里面有很多奥秘，只要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，就能发现它的神奇，它的神奇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奥秘。嘟嘟嘟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奥秘。你们知道冰是怎样变成水的吗？那水又是怎样变成蒸汽的呢？赶快想一想吧。温度这个魔术师让冰和水还有蒸汽在他的智慧下变来又变去，还有很多游戏，还有很多很多奥秘，只要你细心寻找就能发现，就能发现更多奥秘，更多奥秘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奥秘。嘟嘟嘟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奥秘。智慧树上智慧果，智慧树下你和我，智慧树前做游戏，欢乐多又多。小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。